山东维权人士李向阳表示，在近来的半年中，当局展开了新的一轮打压，整个中国又陷入了恐怖之中。经济改革开放后，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诉求不断出现，但是都被这样打压下去。中国的人权状况在急剧的倒退，因为共产党他已经意识到独裁专制受到动摇，所以呢，就对这个人权进一步的限制。他们对这个一些民主人士啊，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、上访活动等，现在普遍受到打击报复。网上对这个有关人权呀、民主等话题啊，进行了严厉的屏蔽。北京维权人士刘安军表示，到北京依法上访的访民都被抓捕或暴力殴打，然后非法关押，基本人身安全保障都没有，毫无人权可言。像访民弄成黑监狱关起来，各地的办事处也有权把人软禁起来。像我们在北京这个也经常出现被非法软禁起来。凡是在一党制的国家全都这德行，连最基本的言论自由都没有，还谈什么说是人权啊。四川维权人士刘正友表示，中国行政和司法部门的腐败导致老百姓申诉的管道被堵死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。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权呢，现在已经是倒退了，比清朝末期都不如了。主要的这个制度造成了司法越来越黑暗，老被游冤有苦也没地方诉，根本没有人来维护这个老百姓的权利。更为可笑的是，反而还在外面的号称自己的人权好。新唐人记者陆芳、熊斌采访报道。